香港、福永这三个街道的公厂生产了全球超过90%的电子烟。在欧洲、在美国、东南亚，只要电子烟市场销售的，都是来自咱们中国生产的电子烟。我忘了听到的那深圳，记者来到位于香港的一处工业园区，发现这里的工厂大多没有标识，从外部看，没有认为这是生产什么产品的厂家。问到电子烟厂，附近的居民也闭口不谈。在我们从联系墙上密密麻麻的高温指示中，记者还是发现了电子烟的踪迹。一家高温厂声称可以生产多种电子产品，其中就包括电子烟。记者以想要合作的名义联系到这家工厂，在老板的指引下，找到了位于园区东北角的一栋三层楼房。工厂在二楼，规模不大，另外两间外间办公区内间是分成车间。记者说，他们业务范围广泛，电子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。但记者想要什么样的电子烟，他们都能仿冒。因为是买这个简单，也是在中国的方便方便，只是买个单子过来，然后我们这边直接帮你展示里面所有的东西，然后我们后台可以看到你特别的展示，所有的。有代工和包工包料两种合作方式。选择代工，工厂只需负责组装。如果记者没有透过电子烟，可以完全。